擺柳係少林功夫一個好重要嘅功法，對全身嘅筋骨，包括我哋嘅膊頭、我哋嘅背、我哋嘅手踭、我哋嘅膝頭蓋，都會起咗一個好好嘅預防同埋強化嘅作用。同樣嘅時間，佢會幫到我哋身體嘅血氣嘅循環、腸道嘅暢順。做呢個功法嘅時候，保持全身放鬆，然之後我哋一隻腳微微嘅踏開。當我哋企穩嘅時候，我哋向左右兩邊好輕鬆嘅、好慢嘅搖動。搖動嘅時候，我哋係用腰胯，好慢，好輕鬆。呢個動作好簡單，但係又好有效。當你哋覺得心情好煩悶、好緊張嘅時候，你可以隨時將個身體向左、向右，輕輕嘅、慢慢嘅搖動，就好似咁樣。做的時候，記住要保持脊椎的挺直，不要蝦腰，不要耷頭，保持舒服挺直，肉胯的地方放鬆的，左右的搖擺。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減壓的方法，也都對身體的健康很好。